喂，大哥，哎，刚来我们家送毛笔这女的是你助理啊？是啊，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我哪有什么，我没那意思，啊，我就想给你打一电话谢谢你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这心思不在书法上，你没必要这么破费。我不管他是谁，局长做人也犯法。你别激动，我能不激动吗？少说两句。春芬，你赶紧打电话给许江河。 你问他什么意思？我不打。那你把电话号码给我，我打。我也不给。不是，春芬，春芬，你们这叫官官相护，欺负平头百姓是不是？小点声，外面都休息呢，影响到他人了。 哎，我说你小子怎么还有事瞒着我呀？我瞒你什么了？当初帮圣利亚抓小偷的是你吧？这事儿怎么昨儿电话里不跟我说呀？嗨，就这点小事儿，值得跟你说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人家姑娘回来以后，把你这腿夸呀，
我就对你还挺有好感，怎么着？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考虑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人这姑娘年轻貌美，还知书达理，而且呢……你打住啊！你现在怎么还干上保媒拉纤的活了？没办法呀。哎呦，谁让我是你哥呢？你说你这事儿，我不管谁管，要不你先跟人谈谈，试试。你先考虑考虑你自己吧，没事挂了啊，忙着呢。别着急，慢工出细活，这急也急不来呀。还得几天啊？至少也得三天。谁呀？你得接人电话呀。这不是忙着呢吗？严哥打的。你们俩的事儿我听说了啊，我觉得严哥啊做的没错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抓错人了，人家过来帮你把人放了，这不得帮你的吗？谁说我抓错人了？再说他那是帮我吗？那是坑我还差不多，三天时间都不给我。曲江河，你给我出来！他怎么知道我在你这儿？你说的吧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等着。你自己看吧，都是举报你的。这邱建设不都让你给放了吗？我还没找你算账。好啊，那你来找我算账啊。当时你跑什么跑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不只是邱建设这一件事情了。你是不是把人给撞了，然后不管了？哟，这事儿赖我，我不是不管，我真给忘了。撞了人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还能给忘了？不是，当时我也说了，不管责任在不在我，所有的医药费损失都算我的。那你给人家付医药费了吗？那不是撞完车以后就出了命案了吗？我一直忙那个事儿，而且吧，而且什么？没什么。江河，我告诉你，你被人举报的事情，我私下找你谈，我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。我明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，案子多，你着急想破案，可着急又解决不了问题。可不着急更解决不了问题啊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？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咱们走走吧。啊，你好，帮我查一下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监控。啊，行。这是从交管部门调来的监控。这辆车就是赵明亮的车。停，帮我查一下这辆车，在这儿。
这是我们小区的租户。师傅，位置已经发给你了。好，这边。怎么了，周警官？哦，没事啊，走吧，我们上电梯吧。他家的保险柜里没有图纸，健身房也找过了，就剩伏地山公墓了。还有，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碰到警察了。我知道了，后面的事你别管了。我们来晚了一步，看撬痕应该是刚刚被撬开不久。现场发现的脚印大小都一样。应该是同一个人呢，穿了鞋套，38码。赵明亮穿多大的鞋？42呢。这儿没有赵明亮的脚印，说明被人清理过。查监控的时候往前查2天，之前一定来过人。好，明白。喂。赵明亮最后去的地方查到了，在哪儿？他最后去的是伏地山公墓，在之前去的是英姿健身俱乐部。赵明亮的储物柜号就是334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好，师傅。2天之内，我要拿不到这钱，我手里那张图纸就会出现在公安局曲江河的办公桌上。附近肯定有水源，炸药行不通。富贵险中求。老板，听着不像溪流，万一炸出祸来。说什么呢？混蛋！曲军，哎，小陈，哎，这钱你拿着。不，曲军，这钱我们真的不能要。交警都说了，是我们全责，跟您没关系。谁的责任不重要，你们的生活条件我了解，这钱你必须拿着啊。其实他根本就没啥大事儿，都已经好差不多了。我让他出院，他死活不出。没关系，就当是疗养了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！再说了，这住院的钱都是您交的。这样，你要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多抽些时间帮我陪陪我们家老爷子和七月，行吗？那一定的，我明天早上就去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拿着，拿着，走了。
这小兔子长得不怎么样，你看，对眼儿。嘿，还是这好，爱丽丝。哎，给，这爱丽丝是干什么的呀？这是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小女孩。嗯。她发现了一只揣着怀表、会说话的大白兔。嘿。然后掉进了兔子洞里。嘿。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。还神奇的世界？神奇世界什么样啊？在这个世界里，所有的动物都会说话。啊。喝一口水，就会变得老鼠那么小。吃一块蛋糕，又会变成巨人那么大。哟，好家伙，太吓人了，这也。还有。嗯。同一块蘑菇里，吃左边就会变矮，吃右边又会变高。嘿，这也太神奇了！这个，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呀？有一本书叫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我在那里面看的。哦，我可以借给大伯看。好，我太想看了，赶紧借给我啊！这么晚了，他爸还不回来呀？肯定是忙呗。没事，我给他打一电话问问他。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？再忙也得抽空回来陪陪我孙女啊。这不是有我呢吗？哎，告诉你们，我叫孟川生，这是我弟弟。你们以后再动他也试试。姑姑来啊，我等着。哥，他们那么多人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一起冲上来的？我都快被吓死了。告诉你啊，像这种情况。你就挑出一个往死里打，让他们知道疼了、怕了，他们就消停了。要不然你少不了让他们欺负。不是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？这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手里有数。饿不饿？饿，啊，吃饭。我饿死了。骗谁呀？别装睡了你。爸爸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当然知道了，六一儿童节。
最喜欢就是爱丽丝吗？可去年你已经买过了。去年的儿童节、生日、圣诞节，你都送我这个杯子。它是新款，你看，是一个系列，你摆在一块好看呢，是吧？你还没有大伯了解我。对，爸爸不好，爸爸下次改，啊。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哎呦，还是我闺女心疼。但是为了惩罚你，你要给我读故事书，哄我睡觉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你想听什么故事？必须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。你看，还是这爱丽丝吧。你都梦游多长时间了？拿好了，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。哎，这儿呢。接着上次说啊，爱丽丝走到了一个岔路口，遇到了一只柴郡猫。她问道：“劳驾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要从这儿出去应该走哪条路呢？”柴郡猫回答道：“多半要看你想到哪儿去。”爱丽丝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想到哪儿去。”猫说道：“那么你走哪一条路？”都没关系。爸爸，你怎么不读了？读。来，睡觉。只要我能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就行。爱丽丝补充道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这儿，你看看这个。喂，师傅，在赵明亮车上找到了两根金条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您在办公室吗？我给您送过去。我不在，明天再说。不。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有闲心呢？不查案子了？我不能总是忙工作呀，也得抽空陪陪您。我不用你陪。有时间你还是多陪陪鸽子吧。他忙着呢，不用我陪。那他越忙，你越应该陪他，这才能看出你重视他、关心他嘛。我关心他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爸，您就别瞎操心了，咱踏实钓鱼吧，啊？啊，没跟鸽子闹别扭，那跟生子闹别扭了。生子的工地呀，让你给封了这么长时间了。你难，他也难呐。要我说呀，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，该帮忙还得帮忙。咱们家欠人老孟家的人情，一辈子都还不完。要是需要帮的这个忙触犯原则呢？哎，又中了！哇，真够大的！行啊，老爷子。哎，跟你说过了，让你用这个路亚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来来来，换换。我不习惯。哎呀，方便得很。来来来，试试。那我试试。慢点呢。你这个是被动的等着鱼上钩，人家这个是主动的找鱼让他上钩。哎，你把这个假鱼饵摆弄得像真鱼似的，那鱼不就都来了吗？试试。甩。哎嘿，这就对了。
福尔摩斯啊，我看你这破案的书还真不少啊，比我大学的时候读的都多。别绕弯子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举报信是你写的吧？我那一堆呢。有证据吗？别忘了，我是查案的。哎，江河，怎么了？哥，我惹事儿了。嗯？哎，怎么了？取局还是太冲动了，真的。你是不是欠抽啊？取局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说他冲动嘛。不是，你说话跟说话，别动我电脑。我跟你说啊，事实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别胡说八道。我是个老刑侦。我说什么了呀？这记者说的，这都爆出来了。再说你这样，你就多影响形象。别吵。虎哥，你干嘛去？你又违反纪律，你上回就挨批评了。让他去。这他挨完批评，找咱们谈话吗？哥，我可是为你好。太冲动了。江河同志，来到我们金川市局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给我的总体感觉，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。至于网络上传的那些举报材料，我个人不轻言真假，但是我接触到的曲江河同志，绝对不是举报材料上说的那样。说曲局官商勾结、徇私枉法，我个人觉得有些捕风捉影。我之前跟曲副局长呢没有过多的接触，不过这段时间工作以来呢，我就觉得曲副局长是一个喜欢冲在一线的人，什么事情呢都喜欢亲力亲为。夏中天这个人我认识，职业道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。6年前因为写假新闻被吊销了记者证，你想想这样的人说话，他能信吗？曲局跟孟川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是亲兄弟，可他俩是一奶同胞，我们都知道。人兄弟俩感情好，难道就是官商勾结啊？你说曲局殴打嫌疑人，刑讯逼供是吧？现在是有监控的时代。调一下监控你就知道了。这种用脚后跟想都想明白的事儿，咱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行吗？至于撞人，撞人这事儿我不在现场啊。不过我就听那个交警队的同事说啊，这个责任肯定不在曲副局长。我觉得曲局绝对没有官商勾结、徇私枉法，而且孟川生公司下面那个金山花园湖工地，就是曲局当场下命令亲自封的，现在还没有解封。反正我就一句话，我师傅不可能做那些事儿，都是假的。董事长，嗯，哎，有个叫夏中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您可能都忘了，这个夏中天啊，6年前是金川日报的记者。当年那个919那事儿，就是他揪着不放，后来被报社给开了，吊销了记者证。哎，你这么说我还有点印象了。当初呢，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小记者。对，就是他。我怎么想起问他了？嗨，这江河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就把这记者给揍了。哦，明白了。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骂警察的文章，估计是夏春天搞的。我为这个，嘿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写咱们工地上那些事儿，是不是也是他写的呀？我找他谈谈。夏记者，
聊两句啊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沙金。我知道你。前几天听说曲局跟你有点小误会，我过来赔个礼，一点点医药费。林先生，他曲江河作为公安局的副局长，知法犯法，侵害我作为公民的权利，对吧？同时，我也是一个媒体人，他更加不应该限制我的言论自由。嗯，言论自由，自由是有规则的，没规则的自由是混乱。网上的文章该删就删吧，我凭什么删？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权力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这个，或者这个。你威胁我？比起威胁，我更想跟你交个朋友。路怎么选？你来。你不要紧张，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调查一下你在网上发布的内容的真实情况。当然，你也不要有顾虑。如果我们公安系统内部出现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，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当日我和曲江河只是观点不同，争吵的时候声音大了一点。许江河并没有动手。没有。师傅，这是从赵明亮车上找到的。知道了，送物证课吧。我觉得您还是先看一眼吧。这是开发区政府的新闻，我想着去区政府那儿查查。不用查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说不查就不用查了。这么明显的线索，我为什么不查呀？查不查用你教我吗？师傅，我觉得那举报信的事儿，你别往心里边去。大家都知道是胡斌乱造的，兄弟们都相信你。就没胡斌乱造，那夏中天就是我揍的，怎么了？好，就算您打人了，做错了，但是案子不能不查吧？您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工作吧？怎么就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影响工作了？我还用着你教我干活吗？啊，要不这副局长位子你坐，没大没小的，赶紧出去。这个放这儿，明天去花园湖工地给我盯着。好。我们对于曲江河的调查有了初步的结果。关于举报信举报的问题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举报的情况属实。所以说，网上那些文章都是诬陷。对，夏中天已经删除了那些文章。好，请你们把调查结果汇总整理，形成文字报告给到我，我向厅里汇报一下。辛苦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工地解不解封，我说了又不算。行了。啊，行，有事回家再说吧，先挂了，上班呢啊。怎么了？又被你媳妇催了？哎呀，丈母娘不是回监护吗？就安置在这个小区。一听这工程封了，以为自己后半辈子没地方住，让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让我解封，我说了能算吗？哎，没办法呀，领导一句话，咱就得听着。李局，哎，怎么就你们俩啊？卓越呢？不让他也今天过来吗？刚才来了一趟，待了一会儿，然后把梅雪给接走了。啊，行，你们先忙。喂，人呢？不是让你来工地守着吗？啊，梅雪肚子疼，我陪她来趟医院。哦，她现在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儿，
轮到我缴费了啊，师傅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喂，喂，哎，江河呀，我得给你打一招呼。这刘副市长请的这个外甥明天就到，人家特意说了，下了飞机就要到咱们工地参观去。哎呀，省厅还没出结果呢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么着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吧。行，那多谢了啊，大哥，我尽快。啊，我催着他们。行了，甭跟我假客气了。还有个事儿啊，就我们这个小盛姑娘，想请你吃顿饭。你上回帮她抓小偷是吧？人家想表达一下谢意。啊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别不用啊，人家姑娘张回嘴不容易，你不能驳人家面子，你有点绅士风度啊。我不就是怕见了面就知道我没绅士风度了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我今天肯定不行，要不明天晚上？行，明天晚上也行。那咱说定了啊，就这么着。OK, I will meet you at the airport. This is my boss. Have a pleasant trip. 你这忙活什么呢？史密斯先生已经登机了，估计明天这个时候就能到。后面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等工地解封，我们再去参观。嗯，这样，明天一下飞机，就让他们直接上工地。嗯，直接去。啊，对，把刘副市长也请上，一块儿去。追着电影中的笑容。